一博昨天是去上表演课了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是的。啊？上表演课？给我队员。哦哦哦。啊？表演课？给队员？对，不是。哦，这次会融合一些表演在里面。上课的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很难教啊。是我第一次。 中国风的作品吧，队里。哦，我们这里没什么人跳中国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啊，就是没有人跳中国风。我其实一直期待要搞中国风啊，但不搞。我有三组，对，非常精彩的三组，有一组非常就比较有趣的那些舞者，比如说 Sara、YY他们都在一组，然后Boris也在里面，另外就是比较有 power 的那种 Rashka 跟 Chika 他们，可能春里啊来编那组 power， 最后一组是七七跟涛涛，对，但是呢这次可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七七涛涛。哦，对，哎呀，不能说太多了，<笑>就第一次来当队长，你特别擅长剧透自己。<笑><笑> 我们队的三个人都挺不一样，就全部都让我想到，哎，意想不到的，他们会这么都意想不到，对，啊。那他们跳了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作品呢？跳了一个，有水是吗？ 跳了有水，跳了有水。过了是吧？啊，没聊下一个。<笑>陆导觉得哪个好看呢？ 嗯，那陆导最喜欢哪几个？哎呀，这个王编剧说的真是好啊！<笑>哎呀，聊天嘛。我比较期待的是 阿K 和马小龙那个作品，因为阿K在那个作品里面，他意境什么各方面，我觉得是OK的。然后艺兴那边是 GoGo 第一次跳编舞，跳得很好。 跳得很好，我想象不起来这个画面，期待。一博队长那边其实，他上表演课那个作品，我也蛮期待的。应该忘记没有的，对吧？哇，好好奇啊。然后海尔队长那边，春玲应该是从来没有排过炸的作品，他之前都是走 feel的那种感觉，所以都会有些改变。嗯，一博 Q 的问题不错。嗯。 问的我对头汗。本节目由盛瑞味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好，今天那个火锅的主题呢，叫做兄弟之间的默契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通过几个游戏来考验一下大家的默契程度。就是我说一个词，大家想几秒钟，然后同时把动作做出来。OK， 好，第一个。 比心，想一想啊，三，二，一，比心，哇，哦，一模一样，哇，都是右手，都是右手，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觉得省事儿啊？<笑>就比较省事儿嘛。 小爱心嘛，嗯，好。我这里有总共三个爱心。哦，哦，他的鼻孔，鼻孔也是爱心，爱心有小的，还有大的。如果我超级爱一个人，我可以小的、大的、小的、大的。<笑>哎，真的，你的鼻孔是个爱心啊！就是以前在宿舍，我睡着了，然后成员都说：“哎，你的鼻孔怎么是爱心呢？”第二个。
庚哥的东北话口头禅是什么？啊？大家可以想一想啊。三、二、一，一起说。不要犹豫，我想到啥就是啥，这就是我们要说的。对，就是什么这么默契吗？就是都不说，就是都不说。他经常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，我听能听懂，能听得懂的几个字儿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必须的。哎、啊，对呀、啊啊，必须的。哦，必须的。嗯，哦，大家已经很默契了，就是大家都不说，好，太棒了。好，第三题，用一个动作来形容一下张艺兴的舞蹈风格。那怎么一个动作呢？就是一个定格的动作。你想象，就是看大家是不是都一样。对啊，不一样有什么？啊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等一下，可以，就最开始谁是握拳的啊？谁握拳？啊？谁啊？没看到吗？没有，可以回放。第四个，刘宪华，你们脑子出现的第一个他演奏乐器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？这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三、二、一，一，哦，神同步啊！哎，好准，庚哥很准。他就这样了，因为我经常都是这样子的。最后一个。王一博在火锅间夹菜的时候，他的动作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？嗯？哦？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，我感觉。就是简单点，他拿起筷子会夹向哪一道菜呢？来吧，三，哎呀，好无聊。二，一，好无聊。这只是一个热身，接下来五个漂流瓶。我们要玩一个游戏，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字母组合，但是大家要发挥想象力，这字母组合可以组成什么样的词？来吧，我们先选一个吧。好，那我要第一个。谢谢哥。好，先从我开始吧。TY， 我决定。从 Harry 开始，哇、哦，吓死我了！我要说出来吗？说出来。哦，要说出来啊！哦、oh,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You.